大家好，我是安宁。耶、yeah, ，我是 Alex。我是农。耶、yeah. ，今天阿史去哪里了？你们知道今天阿史去哪里了吗？他哪里都不在。哪里都不在是什么意思？从来没有存在过。从来没有存在过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后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原来是坨东西。不是，后面好像有一个奇怪东西走过去。好啦，我们上一次玩到的地方是 ，OK， 什么声音？你这次不会尖叫了。哎、欸，阿史，我们平常有开灯吗？没有，我都忘记了。有开灯啊？怎么会没？真的吗？我怎么感觉好暗哦？哦，是因为本来就是用夜视镜嘛。哦，好笨哦。你有事哦？我从里面过来的、啊。我再回想一下。哦，没错没错，从这边回到楼梯。回到楼梯。东西在动吗？掉到哪里了？他先跳过去吗？叫什么声音？有东西跑进。没有了。昨天我们都来过了，应该是没有奇怪东西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东西不是掉下来了吗？我记得钥匙。钥匙不是掉下来了吗？这边来过了，又来过了。我是掉在某一个地方，想想看哦，有点忘记了耶。你把你现在是在让自己很有戏是不是？哈？哦，那声音有点像阿史的。像阿史吗？他就是阿史啊。准备喽。嘿、hey, ，上来了！阿史，我卡住了，我有点忘了。就上去地下室拿那个钥匙啊？地下室没有啊。那就找呗。你来看一下嘛。我不懂啊，上一次我发现那个地方打开的这样。对，它掉下去嘛，然后呢？龙，你是打算一整集的这样子吗？没关系，上不去的吗？没关系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刚下去过了，下去啊，下去过最最下面啦，没有东西。应该可以继续找一下嘛。真的。他下去就会有那个很奇怪的声音。我们都来过了，啊、这个地方这最下面我们去过了，我们还拿了一个文档，你记得吗？对啊，文档没有拿到，因为是存过档，然后没有死掉嘛，那边里面有个人。对啊，里面有个人。会砍人的人。这边啊，这边有一个人啊，然后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都砍人。文档在附近对吧？对，在桌上。哎，已经没有了，拿了所以他拿他是，但我是拿过了。对，所以东西就哎，是不是那个左上那个洞？左上刚刚那边里面有一个洞，右边，再右边，再右边，对，这边左边，这里哎是洞吗？对不起，不是。在旁边有一个黑洞吧？有黑洞吗？是那边右边，那你完全不会听。对，这个是洞吗？可以不要一直挑一些洞，然后那根本就没有关联的一些洞。我们是往哪边往下面掉的、啊？对，就是反正在里面打开之后，它就往上面丢嘛。没有助跑，超烂的。哇，你连操控真的好烂。不会。再回去看一下上一次史莱姆怎么勇闯这个关卡就知道多厉害了。好厉害、哦！关键词是 R 吗？我都快忘了。没错，是 R。我、哦、换电池，我那个时候关键词，哎、欸，需要钥匙，我们不是上去过了吗？对，这个没有上去过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找这个钥匙上去。那是这楼对吧？对，是这一层没错。啊，然后哎、欸，那个地方在哪里？哦，这是我们来的地方、啊。对对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你知道当上次发生什么事吗？丢下去了。但是我们拿了三个东西之后，然后丢下去，这边里面有挂着一个钥匙，然后按启动后。他就打开了，然后因为什么原因钥匙就掉到地下、欸。那可能这边附近有下去的地方，左边和右边，这边有一个人，对啊，这边有一个人，那可能不会怎样了。我骂脏话，他是好人。我妈怎么下去啊？他姐真精神病。我们要继续走吗？不知道，可能要找下去的地方。这边不会有东西，因为玩过了，我已经来过这边吗？对，来过了。对，我们应该是回下去的地方吧？可是该怎么到这个地方呢？可能就要搜一下。可以跳进去吗？可以跳进去吗？你
你可以绕进去试试。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吗？说感觉在楼下可以找到哎、欸，应该是楼下，对，应该就是楼下了。对，不需要下两层，这一层就 OK 了。好，试试看。我们有下楼了吗？只能继续往下了，好吧。嘿，所以说在这楼的某个地方，不行，按不能开，应该不用再下去了，对。嗯，到这种时候还卡关，好烦哦。我知道这过不去啊，被锁住了。这个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吗？对啊，都是这个样子。才不会呢。有点笨笨傻傻。这边来过了。是的，这边也来过了。他们都来过了。都来过了，然后这边跳不过去，对，没错，这边有一个文档，可恶，这样子一直在消耗电池，可是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触发打开啊什么的，这边也都来过了。他有的时候会跟你说吗？就是叫你按那个。会亮起。我是从这边进来的。哦哦哦！起点的地方，左边。哦，好烦哦！这样啊，走吧，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有个需要钥匙的地方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嗯，就是刚刚。我放！我的！喂，快走！我的！喂，快走！哎，什么东西？我会这样跑吗？啊！等一下！我要直接过去，直接过去没关系。喂，等一下你看到我直接跳过去了。超烂的、欸，他不见了，啊、没关系，不会的，放心，过去嘛。等一下，我来来来，就挂掉了。这次我会跳过去的，相信我。你助跑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超厉害？过来呀、啊，小笨蛋，嘿嘿，这样就可以开了，对吧？超烂的，怎么这样？超好，开了开了，耶、yeah ，好暗哦。再跳过去吗？还要留下去。他说 follow the blood。blood。等一下，哪里有 blood？ 左边可以爬过去。哦，好厉害、哦！他有血啊 ，follow the blood。哦，跟随血迹，新目标要跟随血迹。不是这个。五。然后后面就一个人在揍你。没那么吓人啊。哪里有血迹？我看不到啊。地下右面，右面。右边有吗？这里。对对对。哦，好。对，这样左边会有电池，通常这边会有电池，哪里？通常就是另外一个地方会有电池。没有，有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就得换新电池了。OK， 没路了，没路就可以继续走了。啊，这样，哦，下面有人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沿着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这样走。要跳过去了，对，要跳过去。等一下、喔，超恐怖的，还可以再过去吗？没有了。好，准备了。过去，那个人，快！他怎么？哦，他只是肚子饿而已啦。你看他摸肚子，准备了，跳。好。你叫那么大声，如果是那个精神病人的话，就把你拖上去。有人吗？我们拿着这个好了。我掉下去了！哇！什么东西？超变态的靠！这什么东西？刚刚没有吧？刚刚那个只是一个好人吧？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快啊！好，快点，我们快走。啊，上楼。上楼。啊！救命哎！哪
然后呢？就跳上去。然后呢？跳上去。哦，还可以上去。我掉下去了吗？超笨的。就掉在旁边。好。再跳一次。这边好像。对不起，我很笨，我知道。没有，是真的没有。是真的很笨吗？真的很笨。没有，我想说，是真的可以跳上去吗？可以的。这个是跳上去以后，好吧。对，上来，我们上来了，我们不要再踩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吗？不是，就是会掉下去的东西哦。Fall out the blood， 好烦啊！烦啊！对不起嘛。我就想说，你要不要开着那个镜啊？好嘛，我这样一直看地板嘛。其实我是故意在浪费观众的时间吗？哎，不是，才没有。哦，好烦哦，设计这个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可怕哦！你把不可以遮住。没有，我没有，你不可以遮。不要，我不要这样。不可以遮，你要一起来。没有，我要陪着你们。见证奇迹。哦，好讨厌，我要脱掉我的眼镜，讨厌。有文档就不会有恐怖的东西了。好，我们阅读文档嘛，这样就不用恐怖了。我们刚刚拿到了什么？哦，是笔记啦，对，不是这个，文档吗？哦，新的，说好的玫瑰园呢？我怎么不记得伤口怎么来的？他们伤口那么深，甚至不叫。哎，什么？那是我的错。希望这个更愉快的美什么钢刺是自己跑出来的，超恐怖的。应该是 bug 吧？走吧 ，fall out blood。是这边吗？好黑哦，打不开，走吧，不是这里。电池，地上有电池吗？啊！什么东西？你看到吗？看到，没有，没有看到。它有东西往右边飞，有飘过，对。电池。我们反方向走嘛，这样它就不会那个。可以躲藏哎，好了，不用躲了，出来吧。OK， 反正它是一个类似鬼魂的东西在飘。它跑步可以小声一点吗？好，好恐怖，什么东西、啊？他写什么？他写什么啊？来，就是说话。所以这边没有东西吗？电池啊。老师，过不去。走吧，不行。哦，箭头是往右边，可是反方向吧，试试看。OK， 我知道了，我们刚从这边进来对吧？哦，我们刚过来，它往右边飞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，伊凡，你有在看吗？有。好，那箭头是往哪边走？你说是进过来了？对，你进过来了。可是那然后呢？绕过去看一下。然后呢？往右边走吗？好吧，继续走。哦，有箭头，帮我指引我 ，Alex。嗯。指引你干嘛？不行，开。OK， 开。还有箭头吗？哦，有门。哇！什么东西？哦，他们是那个鸡鸡男，你还记得吗？什么叫鸡鸡男？谁叫鸡鸡男？过来，过来。就是说他看不到我们。我们要绕圈，把他们骗到，这样就好了。等他们经过，我们就出来。他看不到我们，在这个地方。他过去，我们就可以那个了。好了，可以出来了。OK， 我们这样就可以过去了。声音超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机器男有两个人，我记得。他们走了吗？Oh fuck！ 快离开这个地方！不要骂脏话。哦好，对不起。很好。超变态。保存中。OK， 我们现在一直走。他说什么？哎，没了。可能是哦。过来了，跳过去吗？不会吧？
后面有什么？有点远哎。这是本来的。OK， 好。跳跳要过去吧。可是我的跳跳力好差哦。你拜托，这个。Yes。什么东西？哎！我的摄影机。哦，掉得好深啊！有人自己拿出来了。有人。你都死吧！去哪了？你说要去哪了？我们要去捡吗？不用。你输了，这个音乐是你输了吧？不是，这没有那个。应该要继续走啊，你下去可能这样子没夜视镜了。没有，可能你这样下去，那个就是斜的，你就可以直接走下去，然后整上来。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你的摄影机。所以说我们要找，我们要回去拿摄影机。OK， 好吧。等一下，摄影机没有了。对。超恐怖的，掉到下面。刚刚发生很多事哦。对不起，观众，我在忙那件事情，所以没办法。你看，在下面有没有看到摄影机在下面？哦，对哦，怎么办？跳下去吧，跳下去吧。不能跳，没有动。那就把那东西拿走，不行吗？不可以直接拉起吧？应该不行。走吧，不行啦，需要那个。所以现在是基金男在追上我们哦。没有，基金男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，死掉了。我刚离开基金男那边了。刚刚遇到什么？你们叫那么凶？就是有一个东西飞过去，什么东西？哦，要有摄像机才能在黑暗中行动。没有电池，捡来干嘛？电池有就没用了。所以说，我们拿到摄影机后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过关。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龙在干嘛？这个装花很可爱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装可爱，卖萌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到下面那一层。卖萌的。要怎么下去呢？跳下去啊！跳在那个木上面跳几下会怎样？哦，你就可以掉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想说，好聪明啊！就物理那些什么，很久，完全没用哎！我看到，对，不能捡。哎，手放过去可以捡吗？太远太高，它是另外一个楼层，它是一楼。哦，是哦。而且摄影机旁边还有电池在闪，我没有那个就是。对，我们的电池就飞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从黑暗中行走了。没有没有，它刚相反。就是我需要有摄影机才能在黑暗中行走。哦，他刚告诉你吗？哦，这边是回来的地方吧？哎，掉下去吧，可以吗？会死。这个是可能是另外一层哎。确定？试试看。就是刚刚那一层吗？同一层，同一层。没有，可能就是。还是同一层。为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就是他这些地方就是叫我们回去嘛，就是上去，叫我们回去，然后。再找往楼下走，对对对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要，哎，打不开，太好了，打不开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所以就是前面，哎，好烂哦，你没有啦，不是 ，OK， 没关系，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继续拿回我们的摄影机，好，我们下一集继续，拜拜，拜拜啦。哟，谢谢收看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在左下角按个喜欢，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其他影片哦。我们下一次再见啦，拜拜。